为推广服务学习，达德商工美容科及摄影社40余位同学，近日在施怡玲老师带领下到彰化荣家，为帮长辈进行脸部美容、按摩和美甲等化妆疗法服务，让长辈们华丽变身，舒畅身心，瞬间变美也变年轻。而后来各网美拍照，长辈们觉得这辈子第一次成了 superstar， 开心展露阳光笑容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